你快坐！站住！站住！好，爹，爹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来，李松，你在干啥呢？ 弄个吉他。胡子，你是咋抱你弟弟？我是哪兄弟想动起手？动啥手你妈？你爸呢？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我接他呢。李嫂，年夜饭准备的咋样呀？你二呢？孩子少管，该坐坐坐坐。 这人咋怪怪的些？其实确实是俺之前做的对脾气的事，你再嘴大点，俺爸说的，这就一年还年，一年还年。而且我看你有屁孩子心结，如果真的洗不脚，俺爸以后就咱两个叫他给你赔。俺爸说的，这就恩将仇报。你爸说的，你忘我说啥时候见你啊？ 赶紧回去！你看，俺爸说的，这叫 GPS， 这个蓝点就是俺爸，这个红点就是我。估计俺爸出现还有48分钟。这个 GPS 呢？你多长时间没见这蓝点了？嗯，330天，16个小时，有48分钟。啊，不，49分钟。 哎呀，恐怕这个蓝点到时候光认得你弟弟了，认不得你了啊！你长得慢，你娃一定能认得你啊！哎，不如咱打个赌，看谁先等到。哎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弟弟我就赏个他。<笑>我佩服你。嘿嘿，试试。 我不是爸，我拿金俺爷爷说去。嗯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俩。哎哎哎！ 咋个不动了？老人跟你说话呢，咋没有一点礼貌？哼，说来吧，把鸡留下。
我跟你说个秘密啊，你今晚上等不着你爸回来，明儿还可以接着等吧，跟我一样。啥？你娃也不来了？嗯。嗯哼。那姐，同事前沦落人，何必曾相识？这是俺爸说的。你爸说的？哎呀，你爸说的口渴不渴呀？我要跟我娃说呢，千万不敢生个像你这样的祸。嗯。啊，今儿早早起啊。俺也包饺子，再过去。一下想饿都不行。俺到前人吧，说不定现在正下饺子呢。这过年里，给我分点肉，分馒头，不端年了，吃点肉。老公，着急。挖灯挖，挖灯挖，难道神山也损了？力守其实不容易。宁愿委屈他自己，不等儿子陪父子。谎言其实很善意，力守除夕能见娃，父子纯洁难见爸。鸡笼外面叫弟弟，陪伴他的是一只鸡。患难与共小兄弟，形影不离把情系。